真的是他先敢夠累，場場都嚟撐我，影帝張家輝。差不多冬至，一早一晚还是有雨。嗱，寻晚冬至就好彩冇落雨，仲几暖添。不过几暖都好，都唔够红馆咁暖，直情热到爆表啊！点解？咪因为天后陈慧琳嘅演唱会咯，劲歌热舞就不在话下，高潮位仲要一个接一个。首先有一年几晚都喺红馆做嘉宾嘅张家辉。让我去了天堂，知道你不爱我，你已亏损我心爱的姑娘。其后有在台下做观众，忽然被叫上台献唱的宋生。但最高潮位了喎，梗系蝦餃仔、小籠包一齊萌爆登場嗰刻啦！七年前 ，Kelly 喺演唱會問過大家呢一句。咁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如果我結咗婚之後咧，紅館又裝修完咧？如果我在这里再开演唱会，你们会不会再来捧我场啊？但是如果我生埋仔呢？七年后的今天，歌迷终于可以对着 Kelly 大叫一声，我会啊！